cut someone some slack， 意思就是放过某人一马，或者是饶恕某人一次的意思。Cut 就是砍断或者切断或者剪断的意思。Slack 就是那个绳子放松了之后就叫 slack。所以 cut someone some slack 就是说把某人捆在身上绳子给他剪断放松的意思，也就引申为放过某人一马或者饶恕某人。咱们举一个例子。If you have a good excuse, he'll cut you some slack. 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讲出一个很好借口的话呢，他会放过你一马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讲了 cut someone some slack， 意思就是说放过某人一马或者饶某人一次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，请点订阅并转发给有兴趣的朋友，我会每天更新。好的，谢谢。